姐夫，我知道你并不快乐，姐姐也不了解你，所以你应该做回原本的自己。人家温瑞凡夫妻俩恩恩爱爱的，分也分不开，这有什么不对啊？你非得要去当个小人，当个第三者吗？在爱情的世界里，不被爱的那个才是第三者。谢安真当业务员，不会吧？他出来上班之后就会比较忙嘛，啊，忙起来之后他就比较不会有时间哦，成天在家里胡思乱想了。右后方的轮胎好像有声音。梁天伟，谢安真，你以为业务这么好做？你喝醉在公车站牌睡着是真的吗？那为什么你的身上都是奥利弗的毛？老婆，对不起。你对不起什么？啊？惨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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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下代志大条啊啦！我看你这个样子哦，你真的陷进去，你爱上他了啦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喜欢他。跟他在一起的那快乐时光，我觉得我好像小男孩一样，我可以尽情的疯狂，我可以哭，我可以笑，我可以生气，我觉得。我活生生像个人呢。冷静，千万要冷静。你们反正都要 game over 了，你就当作是这个人生当中这一段美好的小插曲就好了。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？过几天维恩生日，他希望我带他去旅行，然后他就回美国。不过现在安真心神不宁，怕他起疑心，所以。你就跟他说，这个周末我们一起出差。Hell no！ 你要我 cover 你哦？这种烂招连我都不会出哎。算我求你吧。你真的答应韦恩了吗？他那么爱我，我什么东西都不能给他，他唯一要求过就是我带他去旅行啊。如果我连这个都做不到，我还算是个男人吗？听起来不妙了，孤男寡女，但要共处一室，不要肉体关系，却要两个人最后一次的旅行，完了啦！这个女人要出大绝招了啦！你想太多了，我会管好我自己。好，我们这十几年的兄弟也不是白当的，我挺你啦。但你可要答应我，这真的，真的是最后一次了。知道，算我欠你。
啊！怎么了？快把你手机拿出来！干嘛？你赶快把手机里维恩的名字改掉啊！要是他这两天啊打手机啊，还是传简讯过来被安贞发现怎么办？改掉，改掉，改掉！要改什么？改大强啊！之前我约会那个妹妹啊，她在我手机里就叫大强啊！改改改改！你还真厉害。你少在那边给我靠北边走啦！现在的温瑞反而已经不清不白了，你没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啦！赶快改！啊！谁？我老婆。你们两个要一起出差啊？对呀、啊，大嫂，你有所不知啊，这一次啊，我可是冒着我的生命危险来挺我这个好兄弟的啊，对不对啊？感恩哦。哎，大哥，你要帮我盯着他，要是他敢乱来的话，我就揍死他。哎，还说嘞，不是现在演哪一出，我都是要当男主角哦。不是，你是谁啊？这搞不好是你呀、啊！哎，大嫂，你才要帮我好好盯着他。他要是哦再去夜店啊办什么变装的生日 party 哦，你就帮我打断他的腿啦。好，好康德啊，你是不想活了是不是啊？不。我来，我帮你拿。大强，谁是大强啊？没看过。大嫂啊，那个大强哦，是我们南部刚调上来的一个业务啦。那个嘴巴很会屁哦，但是烂差我一点呐。啊，我请他 cover 一下瑞凡。喂，姐夫。那个出差的事情我准备好了哦，你明天见啊。哎，你对人家讲电话哦，口气也好一点嘛。我现在啊出去工作，我才知道哦，不管是同事啊还是老板。一个眼神，甚至一句话哦，对我那个心情影响都很大哎。啊，人家也是在帮你啊。哦，下一次改进。一起吃嘛，不用了啦，姐姐，我现在还钥匙的，因为我过几天就要回美国啦，想说谢谢你们的照顾，所以就买一些小礼物。刘萱姐，是你的啊，我们也有。姐姐，是你的。那么客气干嘛啦？应该是哦，我们几个准备礼物给你才对啊。哇，情人对戒，刘萱姐。祝你跟康德哥永远是最契合、最恩爱的一对。哦，谢谢。哎，康德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哎，老公，你看，我也送我香水哎，这不就是你常用的那一瓶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希望送这个给姐姐的时候，你常用就能够想到我。不用也会想到你啊。谢谢姐姐。哎，啊，怎么都只有我没有礼物而已？啊，姐夫嘞？不用了。姐夫的礼物要过两天才能送给他，希望你们喜欢。对了，啊，过两天啊，你姐夫要去出差，那你又要回美国了，要不要来这里住两天？我们几个女生可以聊聊啊，哈。可是最近我们交接特别忙，所以。我想说忙完再过来好了。哦，好啦。那我有事，我要先走喽。哦，好像你，好像你，好。拜拜拜。I never come back. See you, my friend. 哎，嗯，刚刚维恩进来，突然反应那么大是干嘛？没有啊，因为我刚刚这样子低着头，然后一抬起头来的时候看到，啊，吓到了。
你哦，最好不要再跟我说谎哦，被我抓到死定了。我哪敢啊，我是想说，老婆你美得这么杯弓蛇影的、啊。麻烦你去跟那个大强讲啊，叫伊别甲人抬吼，卖神话声，是要甲人惊死哦。知道了。还有你啦，我又不是那个什么便利商店，二十四小时全年无休，我没有办法这样无时无刻的 cover 你啦，知道吗？你看一下我戒指好不好看？好看啊。哎呦，那小表妹韦恩哦，还蛮有眼光的呢。嗯。啊，你刚刚在想什么？怎么又呆呆的、啊？没有啊，哪还有？哪有？有关韦恩哦。当然不是啊，我是在想哦，那个主任呢、啊，不是叫我们几个人明天去他办公室？我是很紧张啊，因为不晓得他要干嘛。哎呦，不用怕啦，你第一次出社会哦。大不了就是行销总监那小鬼要上任了、啊，要找我们训一堆屁话而已。其实今天不是我要找你们开会，而是新的行销总监要召见你们。至于为什么是你们几个，自己业绩怎么样，自己应该心里有数啊。早训完话，赶快找人闪人了。主任，那总监人呢？你说那个总监叫我们几个来是在干嘛啦？他要干嘛？我想哦，应该是因为他刚上任的关系哦，所以想要借我玩游戏来跟我们博感情啦。就总监吗？看起来蛮帅的呢。花叶菜，哦，不用紧张，不用紧张，他不是总监啦，他我朋友。你不是我朋友啦，蓝站好。来站成一排。花艺啊！我就是新上任的亚太区行销总监蓝天卫。你不是在卖保险？在正式上任之前，我已经根据观察和线报，知道了每一家门市业绩最烂的五个。资深老油条，有空我再跟你请教，怎么样翘班不被抓，没业绩怎么混过去？还有你，付一台。做就不做，要做就做到最好，这是我的座右铭。但你们几个明显没有任何企图心，我看你们是不想做了吧？总监，你不要开除我嘛！对嘛对嘛，总监，闭嘴！少跟我来这套！想要留下来，就把你们的企图心拿出来证明给我看。十分钟之内。要是你们被我全部歼灭，没有理由，通通滚蛋。但只要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撑到最后，你们五个都可以留下来。啊，这样很简单啊，五个打一个哎，很简单，很简单。是啊，只是刚才在你们之前，我已经开除了四批，
总共20个。哎呦，总监，哎呀，四平真的很爱开玩笑，我这。等一下，你们两个一组，我们两个一组，一人掩护，一人进攻，知道吗？知道啊，我嘞。谢安珍，你的任务就是躲好就好了，不要连累我们大家。到时候我们还要出来救你。好啦，万一我们都牺牲了哦，你就找一个地洞哦，躲了10分钟，我们就赢了啦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同志们，为了保住我们的饭碗，我们没有退路了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好了，谢安珍，只要你肯投降，我就不打你。你刚才没听到吗？被打到是很痛的哦。你们这些人啊，都太软弱，不适合做业务，所以你赶快出来，不要浪费我的时间。喂，你在撑什么啊？你真的以为你这种笨女人有办法出来卖车吗？告诉你啦，我借你的那个花瓶啊，是真的古董，价值380万。我也没有什么有钱朋友，你去的地方就是我家。还有啊，谁吃霸王餐啊？那间饭店就是我小叔叔开的。看你吓成那样，我肚子笑到都快痛死了。来啊，找我算账啊！傅一台，你躲在哪里啊，笨蛋？傅一台，大笨蛋傅一台，快出来啊！傅一台，不要杀我！
全身酸痛，我觉得都值得了。我第一眼看到那蓝先生，就知道他不是拉保险的，没想到他官做那么大。哎，听说哦，他号称是那个什么汽车行销界的神童哎。神童，我看是神经病儿童啊。哎啊，那个啦，盥洗用具我有帮你拿出来，你放进来没？哦，忘了。啊，我来整理啦，你不要弄了。怎么了，宝贝？你不要去出差好不好？为什么？我怕你永远都不回来了。哎呀，温雨萌，不可以乱说话啦！爸爸怎么会不回来啊？好讨厌，不知道。宝贝乖，爸爸很快就回来了啊。谢了而已，我哪有这么轻易放过你啊？你要说好恩人，你的大恩大德，我刻骨铭心，没齿难忘，五体投地。好好，五体投地。哎，答应我，你千万要给我守身如玉，不能够不小心破功啊！我跟你说过了，我喜欢他，可是不是因为欲望的关系嘛？我们之间没有那么熟悉了，放心了。在笑，我怎么感觉像活尸景区啊？女人乱我兄弟者，必杀之。安心上路。各位都是汽车销售员，但你们有没有仔细想过，汽车销售到底是什么？啊，不就是卖车的工作？错。汽车销售是一门精致而且高雅的艺术。我们卖车不但要满足客户的需求，还要兼顾销售的目的。我们不但要满足各层次的客户，还得兼顾公司的利润。在这中间有非常多心理和技术的层面，所以汽车销售不只是一份工作，还是艺术。看你们这些，还有艺术可言吗？有什么好啊？连我都听不懂，你听得懂？当然也听不懂啊！啊，他现在一定恨死我了，我当然好好表现，是不是？汽车销售的服务流程，总体来说，大概分成九个步骤。第一个，开发客户。哇，好漂亮！哇，好舒服哦。喂，你怎么只订一间房啊？因为我想要住好一点的嘛，那就没钱订两间啊。可是你这样会很不方便嘞，我看我还是再订一间好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姐夫，我跟你这辈子能够相处的时间只剩下两天两夜了，你还要剥夺一半去吗？
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怕抵挡不住我超强的魅力呀？胡说什么？好啦，我保证，一根手指头都不碰你。那你也不闹我了？当然啦、啊，那么像小女孩一样别别扭扭啊。来，我帮你穿个裙子，然后帮你绑个辫子，好不好、啊？真的，我走了。好、啊，好啦，那陪我去海边玩。我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。我跟你说，我在网络上啊查了几家好好吃的小吃哦，等一下你都要陪我去吃。嗯，最好了。姐夫，那个是什么岛啊？无人岛。一个人的 KTV 真是特别寂寞啊。我在等悠悠。哎，这边有一颗。好，许愿成功。这样算成功吗？你没有听说，在流星坠落之前，要在衣服这边打个结，愿望才能实现。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嘛？我以为你知道。哎呦，没关系，我在等，一定还会再来。不到了啦，你错过了，愿望不会实现。哎呦，一定还会再有的啦！过十二点就是我生日的，一定要有。流星快来，流星快来，流星！你笑什么？跟我站在一起喊！我跟你讲啊，一起喊啊，叫他，他才会听见，才会出来啦。流星快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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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嗓子都喊哑了，流星还不出现。你明天不是过生日吗？吹蜡烛的时候还可以再许愿呢。姐夫，你知道我许的是什么愿望吗？我哪知道？快睡吧。
明天要看日出。你一定知道我学的是什么用，对不对？好久没有呼吸到这种自由自在、清新的空气了啊！水果的是水果的是，哎，要苹果还是番茄？塔玛多。哦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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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惊喜呀！这么多家分店，听说只有在这一家偷打电话最容易，没想到是真的。十三妈告密，是谁告密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谁在偷懒。总监，人后有的时候有紧急的事情啊，需要联络，这是人之常情嘛，可以有点人情味吗？要讲人情味，回家去讲。还上班干什么？你叫我什么？哎，我们也算是朋友吧，那个态度不需要这样子嘛。朋友？对啊，朋友啊。我讨厌不认真的人，我只跟认真的人做朋友。我有不认真吗？哈？你为什么来上班？你自己最清楚。你怎么会知道？两位，请你们回去思考我这句话。我们公司并不是无聊人气俱乐部。这也太可恶吧！讲什么鬼话？人气就怎么样哈？就要被看不起吗？
我一定会很努力。瑞轩，我们一定要更努力啦，让他把这句话收回去。好好，努力努力啊，手机还我。姐夫，你真好。只穿衣服吧，不然感冒了。不行，蜡烛要先吹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去买的蛋糕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被你知道还叫惊喜吗？为什么这么小一个蛋糕上面要插这么多蜡烛啊？我想让你许多一点愿望嘛。吹完这一根，你会中彩票；吹完这一根，姐夫，其实我只有一个愿望，那就是不要说，说了就不灵了。真的吗？除了蛋糕之外，礼物也不能少啊。生日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们永远分别的日子。姐夫，快，你快帮我把项链戴起来，嗯。点啊！你手好笨，好慢哦。好了。好看吗？蜡烛，蜡烛烧得好快哦，就好像这两天一样，也过得好快。有人说，爱情是人忘了时间。那。时间也会让人忘记爱情吗？我走了以后，你会记得我吗？我好笨哦，你记不记得我？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还记得你，一辈子记得你。
吃蛋糕。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最后一次，可不可以？我想要让你开心。喂，你知道我不可以。怎么这样想的？我是怕伤害你。你不是答应要给我一个美好的回忆吗？原谅我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对不起，我不能不让天亮，我也不能不让你离开。你要把文恩藏在心里最深最深的地方，然后回家去，一切重新开始。爸爸，你永远永远永远都不要去吃蟑螂。可不可以请你做个干脆的男人，走了就再也不要回头了好吗？温瑞凡，你还是我哥吗？你怎么变这种人啊？你不是说要敢做敢当吗？我愿意坦诚啊，我可以跟他坦白这一切啊！你疯了是不是啊？你现在跟文恩都要分手了，你还告诉安贞干嘛？你想让他一辈子有阴影啊？就让记忆回到那天的那个梦，再活一遍那段过去的那分钟。头一个人祈求太空洞，我还不相信，我不相信连梦都是空，爱那么伤，伤那么重，我不想长寿。